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张爱玲就算逝世已经20周年，但她笔下的灵魂、文字的孤傲，仍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与余味。而英国作家 J.K. 罗琳因为搭乘一班从曼彻斯特开往伦敦的误点列车上，而有了《哈利波特》小说的灵感，掀起全球奇幻风潮。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家整理他们的生活经验，描绘那个时代的人生故事，或是建构更多的想象情节，从中挖掘生命的存在意义与价值，让读者在面对人生抉择时，透过阅读，在文字的记忆里找到人生的参考。欢迎收看《人到中年》。说到读书的好处啊，我们很容易引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两句话。而英国诗人米尔顿更进一步的诠释，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的活跃。不仅如此哦，它还像一个宝瓶啊，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以文字呈现对生活的品味和对生命的领悟，不仅增长我们的知识，更开拓我们的视野。第一位是中年后以历史美食写作开启欢喜人生的作家王浩一先生，以及以佛入诗书写人世间的美好和无常的诗人徐慧芝先生。认识这两位贵宾，可能都从他们的作品开始了，但你万万没有想到，现在连吃小吃都要上研究所是怎样？王大哥，哎，这么严肃哦，吃小吃。吃得太凶了之后，发现它有另外一个层次啊，就是说在味道之外，它也有另外一个历史的香料，所以我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想说，哎，就把它升格为研究所吧，是，不是为了吃饱或者贪吃而已。而且我们其实一般看你的书，我们其实心里想就是，哎，翻到最后店名嘛，就去按读所去变成盖，但其实你书绝对不只是盖而已。对，而且不是说怎么烹调，最主要是在讲说那个食物呢，在时空、在历史上，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有一个这个现象。嗯，那台湾呢，又是一个移民的一个岛屿。嗯，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文化、文明、声音，甚至于美食会进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选在台南谈台南的美食？那台南部分呢，是从荷兰人时期的时候，他就是现在台南这个地方统治的区域嘛，然后郑成功来的时候也主要还是以台南为主嘛，一直到了清朝的时候，应该是在咸丰的时候呢，才开始有其他的城市在发展比较多元性，而且就是发一直整个这人口啦，包括它的移民的人数会增加，嗯，当时候就一直累积，一直很当然台南人他是就搞钢的，所以他的食物比较费劲的，比较需要细腻的，他们还是保守着。所以我觉得是把它当作一个博物馆的方式在处理这些美食，它是一个活的，是还是可以品尝的。那品尝了，其实不只是味道，应该是包括历史了解。而且今天在您带来你的好朋友，他其实应该他今天的角色应该是老板就对了哈。没有，我们朋友比那个职业关系多。是出版社的老板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徐慧芝就很容易就贴了一个标签。包括就是写诗，嗯，诗，为什么一定要诗诗？诗比较像是一个自己生命的转换空间吧。我觉得我们在人世间都很想面对，可是其实人生从佛法来说很无常。那诗所呈现的一种美感的提炼，或者一个生命的宽容度，它就是让你好像有一个你可以到那里无以明知，不能用数字来计算跟管理的那个感性空间。那我觉得可能我很小就是一个会恐惧世界，或者是会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 reality 的人。是，那诗给了我一个美丽的保护，也给了我美丽的探望。所以我到这现在快50岁，有时候突然回头去看，还好这个世界有美丽的事物，那诗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了解了，而且我们今天从言谈短短的听他们两个讲话，你看作家就是不一样。我们也整理了一段影片来看看他们两位的创作之路。就有一次呢，就下午刚好没事嘛，然后呢就逛那个地域地下室，刚好有一个记者会，然后呢已经开始大概1分钟了，然后我就刚好进去的时候也没有人拦阻我哦，就是说你是哪个报的什么样子，不是我就走进去就坐下来，然后就整个参与整个记者会。
记者会对我而言，过去我们只是被迫在媒体上、在报纸上呈现出来人家记者会的结果。在那个下午，我非常的陶醉哦，非常就是整个把过去年轻的时候所谓的文艺儿童呢，一直到了国中、高中都有写一些文章，然后当大学也会有，但是呢，就之后呢就一直从商，就这样子将近15年的时间过去的时候，突然那天有点被唤醒的感觉，所以呢，整个说，哎，我要做什么时候？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比方说跨到另外一个领域，从事比较是属于文化艺术性的东西，对我而言的话，没有挣扎，反而觉得说，哎，好像就水到渠成。我们是一个劳动者的家庭，农人的家庭。我父亲生我的时候是矿工，我是在桃园龟山乡兔子坑的，所以我都开玩笑，每次见到大陆来的人说，你们讲工农兵，我爸三个都做过，我才是真正又红又专哈。但是这是玩笑话。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文学是我内心一个我知道可以不被限制想象力的自由。我在我很年轻国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老师不喜欢的反叛期的青年。我记得我就在那十几岁的时候，自己找了一本古诗源，在那边一首一首的背，然后很快的当然也接触到现代诗。然后我大概我的文学到我后来从事做文学的工作，做副刊主编或者做联合文学的总编辑，我其实都是自学的。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坦白讲当然也不晓得书是什么，只是一个很虚荣说，哎，我变成写了一本书是这样子。那本书我自己写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弄，只缺的就是出版社是谁而已，当时整个都已经出来了。而我就参看别人的书，好像都有一个叫作者介绍，那作者介绍都会有一张照片，那我自己呢也羞于哈拿我的照片出来。我那本书啊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自己画我自己自画像，用画的，然后呢就好像可以交代把它贴在那个书的那个小折页里面，然后呢就说，哎，这里面有一个作者的自我介绍在那个地方。当时候其实是一个也完全没有想象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觉得好了就。好像需要一个作者的照片，大概是这样子。那是用画的。结果有一天呢，跟朋友去在台南的阿唐咸粥吃干碗，就竟然有一个人拿了一本书哈，然后要我的签名。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个人啊？他说你那个照片，你那个画得很像啊，那个人这样子画很像。我画得太像了，他不应该这样子。诗提供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种很奇怪的，好像你有种种的冤错，或者是不快乐，或者是不圆满，他最后都把那些粗粝的现实跟伤害变成了珍珠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采珍珠的过程。那当然，做一个单纯的阅读者是幸福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后来也成为一个创作者，更重要的可能是对世界很恐惧吧，对世界不理解吧，对世界有莫名其妙无法言说，感觉到会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我觉得诗就是我的中介，我自我心灵的辨识，也是我的缓冲。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也许是困境，也许是关卡，当然不能说全然的不好，你一定会有一些想法在其中。生命当中碰到了转折，那就是转弯了。好比说我们的回之大哥，其实事业当中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自己跳出来开出版社吧。是，我大概这半生都在做，从工作都在做文化业，做副刊的编辑，做副刊的主编，而且还是我老板哎。不要这样说，总编啊，接到他的电话，我就说是不是要改稿了？然后同样的，当然，到现在自己开出版社，有路文化，我想我真的非常喜爱文化工作，那喜爱文化工作也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会见到的作家，像我以前在编副刊或者是做联合文学杂志跟出版社的总编辑，我是一个算是自己都完全投入型的人，因为那是对作家的生命的理解，品味的理解，那我们也会有因缘会遇到比较熟的作家，像我就会比方说跟带着我同事去池上去找蒋勋老师，因为我明年要出他的池上日记，然后可能蒋老师带着我们
逛池上，晚上这么深入涉入，对，然后比方说浩一哥出台南的书，当然我自己图利我自己，我就找有各种理由让他带着我逛台南，就是导览台南。那我觉得说，其实文化事业可能是我这一生，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意义跟价值的。那之前到底有什么样的部分，我开始要转弯了，我要跳出来，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是射手座 O 型，所以其实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就说以前付我薪水的人，我可能常常会觉得不合理的事情，我也不太懂得怎么应对得当。7年前，当我有一次办完了全国巡回的一个文艺营，然后那天把作家蔡珠儿送回他台北住的旅馆，然后他跟他先生要去跟朋友吃饭，走了以后我就开车回去，那时候车子停在我一个医生朋友在我家公园斜对面的停车格，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看到月亮，我就决定那一天辞职了。因为我这一生做射手座 O 型，所有的辞职都是累积到一个程度，我也不会跟人家讨论，也不会商量，我每一次都是先摧毁完再开始去想我人生的下半段。老师，我们这样不就是说常会说这样子的人好闷哦？这样的人其实蛮悲剧的。不是悲剧，我们会觉得哇，好多的东西都放在肚子里面哦，也不是闷，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的。你没有闷吗？我们早在网络当中有很多关于您那一段，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段的生活的说法，比如说对狗说话呀，有很多的困境啊，或者是当时受到了蒋勋老师的一通简讯啊，才开始决定要改变，这都是真的吗？是真的，就是我其实有一次的辞职，是因为蒋勋老师刚好去，还不是这一次。对对对，哇，我这一生辞过很多职。就是只有做人跟做修行者这个身份不能辞职。然后我觉得有收到蒋老师的一个简讯，他是说我正在往克里特岛的船上，是满天都是星光，好像诗哦。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刻就觉得算了，地辞城吧，为什么那么不勇敢？我可能都看不到自己天空的星光，也看不到自己胸中的星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看到的作家或创作者，或者生命里面给我们力量或导引的人，有些时候他就是在一个小小的点触动我们。是。那至于自己想开一个出版社这个念头，其实很诚实的讲，是因为我觉得我没班可上了，那个决定其实是一个也没有太艰难了，但是他还是会想过了，我想说如果能够开一家小小的小而美的出版社，那么我一定会做得很开心。那事实上也是，虽然文化业大家在台湾都觉得不太容易，可是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我有一些非常棒的作者，是像蒋勋老师啊，然后浩一兄啊，像林文月老师啊，然后王艺嘉啦，还有若干位作者。那我就大概这六年来，我的公司就是集中隔一段时间出一个这个作家的，了解，那偶尔还有加几本新人的作品。那我每一天睡醒的时候就觉得我要去见到我工作的伙伴，是，或者今天我要去录影，或者今天我要见到我一个作者，我觉得我心中是很自在的悦乐。这可能是我癫癫狂狂，然后起起伏伏的心情，或做一个诗人以为自己的忧愁，到了快中年的时候体会到一种平静的快乐。了解。那这个平静的快乐对我来说，觉得中年好像时间不会觉得是一个在凌迟我们的暴君，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和谐的可以对话的朋友。那您是沉睡了17年，也是看到月亮了就决定第一次？那次是在成品，那成品刚刚是第一间店，然后它地下室，然后当时失业状态，我说是一个美商公司的总经理，然后把奉美国人的老板把公司给关了，那个关了那个灯之后，是就开始呢就享受，终于可以享受一个长假。那多长我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晃到成品书店呢，刚好那天的下午，地下室有一个记者会，是林怀民老师的《九歌》这个节目，第一次的《九歌》的节目就在记者会在那边，所以我就潜入进去之后，就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到一个大师，然后非常的兴致盎然，然后第一次使用多媒体的方式来介绍他的舞马，让我又重新享受到文艺这件事情，文化艺术的美感，所以重新又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就又刚好台南有一个工作机会，薪水虽然是在台北的一半，但是生活的空间、时间的整个的充裕，通通都刚刚好。对，我觉得时间刚好就是很自然了，就给换了个跑道，在那个地方就
重新跟更不一样的人，因为过去就是每经报价，然后做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书籍的阅读，然后甚至于他出差在其他的国外，然后为了工厂，为了一些产品的事情在那边纠葛。你不会怕不会慌吗？长假以及现在变得当年变得这么的不用紧张。我觉得这十几年的过程累积的时候，我自己当长子的功课已经做了一个告一个段落了。什么叫长子的功课？比如说结婚生小孩之类的吗？就是这个功课、真的是这样吗？就完全是父母家庭给你的期待，还是你自己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应该两个都是。比方说，你就是说，什么时候该结婚啊？那结婚就是该什么时候要让爸爸妈妈、孙子可以抱啦，然后再来。然后之后你的工作你会变成，在那个地方是你回不去的，而且是一个很努力往上游的一只鱼。那突然整个公司关了之后，那你觉得也很笃定，原因是你过去的努力跟你的一生的功夫，坦白讲，只不过是在换另外跑道，甚至你如果要，你可以到国外去上班了，只是刚好有那个开关，就点到那个地方去说，那我何妨就直接跳到完全到不同的世界去，那是我以前喜欢的世界。那许大哥他提到他的人生到现在变成每一天都起来都很开心，你会怎么样形容你现在的人生？我现在人生坦白讲哦，不只是我还很期待我年纪更长的时候的快乐的时间。我把自己的人生的高峰呢定在70岁，就是非常的期待说，我人生之后我明年就退休了啊。退休之后呢，我可以做很多我很高兴的，而且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去很多不一样的城市。是，然后呢，可以书写，可以认识人，可以看到我以前所想要看到的光影的变化。人到中年并不灰暗，相反的，多了生活经验累积，中年其实是人生的巅峰。该如何调适心理状态，让我们也能有个健康又乐活的中年呢？一、珍惜现在，透过想想自己现在的幸福来提升生活满意度。二、正面坚定的信念，勇于迎接各种挑战，积极乐观的思想能增加成功的机会。三、源自内在的推动力，生活的动力转化自对工作的热忱、对自己的要求和原则。四、确立人生定位和目标，就不同人生阶段做出调整，减少混乱和迷惘的感觉。五、放开心怀去接纳转变，放开心胸去接纳转变，随机应变，那么危机也可以变为充满姿彩的挑战。六、享受闲暇，尝试一些能够充实生活、充满挑战的活动，会让我们感到更加幸福。中国人说“老谋深算，姜是老的辣”，中年人懂得衡量情势、控制情绪，显然嘴上无毛，做事不牢。人不必怕老，只要时间过去，换取到经验与智慧，就没有白过一生了。你们以前看的东西，或者是你们以前阅读，或是你们以前的人生的经历，当然跟现在活得怎么样绝对有密切的关联。我想谈一谈两位可能都被影响的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对于我们的王大哥来说，《易经》，对，是个影响你，包括写作都要靠《易经》。对，我《易经》的时候，因为住在一起的同学呢，然后我下课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就已经到我们的房间。读建中的时候，对，他读建中，我读附中，然后带了一个小女朋友在房间，我就不便去打扰，然后呢就去找那些的师大的中文系的大姐姐们，然后看她书架上面有什么文心雕龙啦、看到有些什么大学中庸类似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东翻西翻了，然后翻了之后翻到易经，也觉得蛮不错的。所以那个建中学生是你的贵人，他启发你的人，应该是他的女朋友是我的。对。那为什么是易经到现在还影响着你呢？那后来我发现，就读了通之后呢，就在人生上，尤其是在工作职场上面，他我觉得给我好大的一个开阔的一条。比方说像易经一个卦呢，它是就是。第一个卦哈叫乾卦，乾坤的乾，它里面它用一个龙的方式啊来表示，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潜龙在这样潜龙勿用嘛，它是藏起来的，所以任何一个新的状况、新的环境，其实呢就是我们差不多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要这样来的。哦，当有小小的一个收获心得的时候，见龙在田，那个田当然不是田地，是土地的意思。接下来的时候，你如果日日夜夜的兢兢业业的，然后你到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跳了。即使是有深渊，我还是可以跨过去。到了飞龙在天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的翻腾了。是，这边是高中，这边是国中。国中又怎么样碰到佛经、金刚经这些呢？
我觉得每个人的因缘好难说，真的。我觉得我可能会有机会碰到，其实跟《维摩诘经》说的一句话差不多，说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自觉自己会有比较 obsessional 比较偏执的，或者是比较阴郁的部分，感觉到自己的某一种情绪的两极之间的摆荡，或者感觉到自己的敏锐。但是我不像浩一兄那样子，我觉得是他的福报，他可以很自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长大的部分了哈，但是相较之下，有人的动荡会更多。那我念复旦中学国中的时候的老师，可能看到我是一个爱读书、想思考，但是也有是一个，就是我不合时宜或我怪咖的地方吧。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王老师送我的《金刚经》，他跟是老师送你的耶。然后跟六祖坛经，那我读到《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他有一世被割力王割截身体的时候，我全身都在发抖。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 so far 到差不多50岁来我读过最震撼的文字。那后来有一种本能吧，比方说20多岁的时候花了一年很认真的读阿含，然后或者我每一年可能也会认真的花一两天把法华再读一次，或者可能我去清迈的吴孟氏，我就带着《金刚经》去，或者我去尼泊尔绕那个加德满都的大白塔，其实晚上我可能就在读一部经。那我觉得说，从忍力跟思维力，佛法给了我很不一样的训练。对我来讲，自己怎么样降低烦恼的频率跟时间，还有或者如果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一点点，那这个是我很漫长。其实到40多岁才慢慢受用，是比较受用。可是那个转折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很赞叹。因为讲的那个状态，像2003年的冬天，大概是我最痛苦的时候。那痛苦当然包括好朋友的离开，然后隔离，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工作职场上的压力或冲突。那我非常非常的抑郁跟不快乐。那当然那时候浩一兄的弟弟精神科医师作家王浩威也给了我很多的协助，然后浩威还有送了我一张卡片，就告诉我说不要去逃避你自己内在的 dark side of the moon 啊，你月亮的暗面，你要去直视它，你要去接受它。那或者是那个冬天我在抄经，我有6天5夜的春节假期都在抄，我抄了《法华经》的从地涌出品、化成玉品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然，抄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那个晚上，我都觉得我的心第一次好像从自己的分别、偏执跟自我折磨的痛苦里得到蛮大的解放。徐大哥，所以我想插个嘴，就是一般讲抄经我们不懂，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抄经，好不好？这个是好几年前我帮我大儿子，他要念台大，刚要去念台大的一个时候抄的册页。这样子抄完之后继续往这边抄，抄经的意义特别简单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念经或持咒最重要不是你嘴巴去念它，而是你真正的有一念的清净。那一念的清净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其他的分别跟执着跟妄想。那抄经更慢，因为抄经的时候你要去思维，它不是念或持诵而已，你要一个一个字是写。我觉得某一个意义上在人间应现，比方说我可能抄给一个长辈一个普门品的寄送，或抄一部短短的经，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专注的祝福。是，那抄经的专注，我们来对照一下，写英雄故事也会这么专注到入戏吗？会有一种的托梦的那种概念。托梦，会这么入戏？对，你会变成曹操。所以有些时候，对，或者变成孔明。那我一直很怕的，其中这么4本书写下来之后，其实最怕的进入到岳飞的状态。因为他整个的是痛苦了，因为整个悲慢了整个那种就是说非常无奈，都像附身一样了。对，我基本上每写到每个人的时候，都会一个这样子的，有点乐在其中，但是又有一点点自己有点畏惧。所以那一段时间不要跟你接触太接近。我脑袋里面随时呢，就是一直在
怎么构思，怎么落笔，怎么样子来写它，怎么样子。所以如果是戏剧界的天王的话，您那个时候就是梁朝伟。那么人到了中年之后，他们刚才或多或少都提到了中年的一个状态，感觉都是越来会越好。但是中年当中，我们会碰到了很多人生的另外一种课题，是哪些呢？先来看。可是我记得我父亲刚被诊断的时候，我就要面临到第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我跟他很亲近，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的人，我已经被告知他即将离开我。其实在没有认真学佛以前，你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啊，很小我们都知道，可是你要那么残酷而确切的面对，而且被告知的时候，其实无常这个视线的状态是很大的震撼。那我记得在我父亲被确诊的有两个半月里面，我每天都觉得我的心非常的心狂乱、狐疑、痛苦。我大概在短短的两个半月时间里面写完了一本诗集，叫做《我佛莫要为我流泪》。那这本诗集大概也是我，或者这样说，一个创作的转泪点。现在目前应该会倾向，可能有一年的时间就到成都去，然后在成都里面呢，就写他的美食，写他的历史，写他的故事，然后观察一个历史老城市。那为什么那个地方变成美食之都？他的麻辣怎么样来诠释？所以用一个很细腻的方式，然后一本书里面会有一些的观察。三年后我开始要写一部武侠小说，那会不会写成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挑战。那武侠小说会有里面一定会有少林寺，那少林寺呢一定有一个方丈，那个方丈呢一定要度化很多的人。那所以呢，我现在开始呢就很认真在学习佛经，那佛的那个涅槃是什么，般若是什么，然后呢是什么。那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开始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小拼图小拼图的一个知识，那现在用一个很庞大完整的一个思考的体系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是我透过说这种因缘流转里面生命的有限跟轮转里面，你怎么去找到一个倾诉的疗愈的对象。那我就把我想象的佛诸佛菩萨，尤其像观世音菩萨，我就有很强的一种质问，或者是痛苦的倾诉，或者是我有限的认知里的理解。所以后来慢慢养成习惯，我就会常常抄经啊，比方说有长辈或者是我要需要祝福的人，就君子慎独，独呢就是孤独的独。有些时候你还是面临到就是你一个人，你不要说你有多少个小孩，你有多少的亲人，你有多少个朋友，有很多时间关起门来就是单独一个人，眼睛闭起来，其实在就人海当中，其实你就是一个孤独的自己。那你这个自我的一个小宇宙，你怎么去处这个状况，而不要把它陷入到一个叫做寂寞的一个状态。孤独是有能量的，孤独是可以创意的，孤独是一个美学。那寂寞的东西呢，是被迫的，是自己窘困在一个自恋自哀的一个状态。我检查我初中的时候的一些的小文章哦，我总觉得我自己那时候的一些小文章，因为你知道那个青涩的年纪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把自己写成一个孤独的单独觅食的一匹狼。到今天为止回头来看，整个的人生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创作呢，自己的田野调查呢，自我的学习呢，都还是有一个这个小味道在。所以我到现在诗比较像是快50岁了，然后还在写，也很喜爱。我会比较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自己的精神的探视凝视，然后也是一个跟别人新的对话。那它是一个愉快的心灵经验。创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过去现在目前所看到的东西都是过去累积的，而我发现我现在要写的或者未来要呈现出来的话，就应该要把我现在的能量的东西呢，我重新再怎么开更大的窗户，学习更多的，因为我学到很多的可以学习的方法，或者说一种的基础了。那我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能够站得更高，然后学到很多。所以我自己呢，未来比方说我就设定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中间我自己呢就定下了我的读书计划是什么。我现在就有一个很强的读书计划，然后三年后那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想象。
怎么有一种今天在访问一个早年叛逆 VS 中年过动的现场的状况呢？要问一下王大哥，现在在从事的工作，感觉上有两大部分，一个是术，一个是侠客。这个侠客型的部分是属于文创的，那台南呢，最近几年呈现了一种的学问，叫做台南学。嗯，那台南学它里面的台南学哦，对，哦，是一个核心价值哈。这第一个慢，那慢的意思不是动作迟缓，而是细细品尝。嗯，台湾的历史就是整个从荷兰人时候，很多的重点啊，一直都是在台南。嗯，那台南没有经过什么大的都更的破坏。或者呢，现在的太多的文明，新的世界各国的文明进去那边，它守着就是这400年来整个从日本文化、明朝的文化、清朝的文化所累积的。嗯，之后呢，开始呢经济起飞的时候，那个角度跟镜头呢就移到台北、高雄，甚至台中了。嗯，台南呢反而呢，因为刚好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空间，尴尬反而保留了。对，反而是保留了。当我们的很多的意识开始抬头的时候，发现哎。这些古迹、这些小巷、这些生活的节奏都还在。嗯，回过头再来整理的时候，原来它是最容易烫平现在目前容易起皱的人的心理。嗯，所以在那边可以得到抚慰、得到宽恕，甚至于小确幸、小清新，在那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各式诠释的可能性。是，我觉得说，今天的台南其实是为台湾的历史呢，活生生的保护的、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博物馆。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导览人嘛，那我就书的写的方式，就用导览的方式来介绍。那在土地长出来的还有树嘛，对不对？对，还有树。那树的估计这个就有趣了哈，因为我后来呢，就是在观看的，在建筑的外面呢，总是会有几棵好看的树。嗯嗯。这时候，当时候安藤忠雄到台湾来演讲的时候，有人就问说，台湾的房子都很丑，怎么办？嗯。安藤忠雄第二天呢，给一个答案，他说：“那这都建筑的外面多种几棵树就好看了哈。”那是这样子。那我这是开始一个警觉的是原因是我第一个我很喜欢建筑，然后呢发现呢这建筑跟外面的树，即使它是一个共生的，它的表情呢是可以互相的变化的。所以你的建筑外面种什么样树，有什么样子的内涵跟想象，或者它的树的形态可以让整个建筑呢产生互补，或者是另外一个共融的一个情形。所以就开始呢研究说为什么要种这个树。为什么要种几棵树？那后来发现呢，在日本的房子、日式的房子建之后的建筑呢，明清的建筑当中也有那样子的树，我就开始呢用易经的态度来开始看风水了。哦，那风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说，那这样是谁用什么样的心思种这个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种那个树呢？对，所以就慢慢走入到里面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那棵树是谁种的，我都知道。然后呢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好有趣，好有趣，所以就写了一本就是。当老树在说话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我现在目前还有更大的一个想象是，我公明年退休之后，我要到山东去看孔子种的那棵的快木还活着的，到少林寺呢去看那六祖所种的那棵柏树还活着，哇！到长安去看唐太宗所种的那棵的银杏还活着，然后呢在江浙欧阳修所种的那棵的古梅还活着，所以去看那个树，去访问他。写那个人，写那棵树，这个我觉得这是我很期待说退休之后的岁月，我应该会更忙。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也许碰到某一些人的机会越来越少，原因是因为我们收到白帖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谈到生命这件事情呢，伟志大哥应该有一些想法，包括你刚才先提到的是朋友，是，其实也许当年您最接近生死的是从爸爸开始，是我。父亲59岁就往生了，好年轻。然后他是癌症的很后期，所有的医生都说活半年。但是我父亲很想活，也得到不错的照料，所以我父亲最后活了4年半。嗯，可是4年半其实是很没有品质的，就是不断的化疗、物疗、物理治疗，然后或可能就身体在虚弱，可能胃出血。那当然他有一个对我来说，对我母亲家人，对他的亲人朋友来说很煎熬的过程。我觉得我也有一种在这个世界必须要面对生老病死的惊吓。可以说煎熬了4年吗？我每次要回桃园去看我爸或陪我妈的时候，其实我都内在有时候很想有一个 OS，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超级低气压，我非常能够。你会很想说，可不可以好好睡一个好觉？是。然后你会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应该要是 元気です，然后是一个能够
让他们放心，能鼓舞他们的人，其实大部分人是能做到的。可是在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之后，跟生命人会发生很多现实的事，你就会疲累，然后它是一个很难的折磨。那可是这个折磨也让我觉得，每一个跟我们亲近而死亡的人，其实是我们的老师，他也在教我们一个很难的这一生的生老病死苦，怎么以见息令灭的功课。那当然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啦，就是说在人世间我们有各式甚深因缘的人，他给了我们做一个人的存在，给过我们爱，而这个爱怎么变成辨识出一种像人生互相惜勉同行的一种力量。那他不只是一个所谓父亲母亲或对小孩的爱，他最终会超越这一些，变成我们智慧的生命。了解。那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跟我们因缘甚深的人，他的死亡或离去会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智慧吧。徐大哥也在因为面对生死或是面对父亲的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创作。我们说诗其实可以拿来入歌的，他其实可以朗诵，他其实是可以用来唱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徐大哥可不可以针对我们这一部分也朗诵一首诗，让我们能够听听看其中的味道，好不好？我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我的儿子今天满半岁，我的父亲在病床上口渴，等你杨枝洒水。我已看见了你，但你究竟是谁？我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你是学步幼儿的脚，你是阵痛的注射吗啡，你是39.8度的高热，你是高地上一个长长的寒战啊！你说爱比死，死比生更接近垂危。哎，这是一首小小的、短短的诗。生死这种东西，当然我这样讲，用词不够精准了，它不是可以练习的，但会因为我们经历够多而变得，你可以说坚强或习惯或勇敢都可以。我要往下谈的事情其实是，不仅是父亲的往生，其实我们身旁有很多重要支持我们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终于有一天也会离开，包括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很多的，好比我们提到可能比较最近的是韩良璐，是两位的共同的好朋友，而且在创作当中也提过我们的，对，就是说，就是因为他还算是少壮啊，年纪跟我们非常的接近，之前太保密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完全不知道，完全是在新闻上才读到，是，我就一直在，那时候又在台南的时候，是，整个这样子好朋友突然的不见，然后我觉得还是到今天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所以当时在台南，他有带，比如说跟王大哥一起去，包括采访或者是一起去享用美食。有啊，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喝咖啡啊，然后呢一起吃水果啦，然后呢东聊聊西聊聊，彼此我们两个人写作的方式在台湾的文坛算是都还蛮另类的，所以说认识的时间并不是那么久远哈，可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默契，所以当他这样子一个消息传来的时候，然后就手上好多朋友就传简讯进来了。他说：“我看到这个新闻，看到这个新闻了，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我跟他算是有点熟悉哦，然后是这样的告知。对，所以忍不住在书里面所写到了，到一个水果店里面喝那个果汁的时候，突然又一种感伤，然后就想到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还是你对。所以你很早就知道吗，徐大哥？你很早知道他的病况吗？”哎呦，那一天，我有被梁璐姐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功课的附托，就是她在往生前几天，她跟她先生朱全斌教授，跟她的作家妹妹韩良义讨论完，她对她自己后事坦然的交代跟处理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讯息，要我去帮她找塔位，然后要我帮她准备，哪一种的葬仪，那对我来说。梁璐姐比较像姐姐嘛，最后梁璐姐往生前的那个晚上，她是带着朱全斌教授领着她，她的丈夫领着她念六字大明咒，念给她听。梁璐姐已经没办法念了。那我也记得，等到梁璐姐往生以后，因为我们在要开一个会，一些好朋友要帮她办追思纪念会跟纪念集的时候，大家就希望找稀松
老师来写书法。西松老师问我一句话，他非常的特别，他说那梁璐最后在干嘛，我就说朱全斌领着他在念六字大明咒给他。那西松老师完全不会用世俗的方式讲这讲那，他就直接蹦出一句话，那太好了，他已经离开了相对的存在，而进入一个纯然本觉的光明中。这是那一天跟我讲的话。那这个在事项上，在我们生生世世带来的事，在这一生的学习上，有时候还是会舍不得，还是会拉扯，但是努力把这个东西升起祝福的心去思考，这每一个人跟我们圆会的人，他的生命的尊贵跟他照亮我们的智慧的部分，我也觉得每一个死亡就会是我们智慧的质量跟自在。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简短的小小的结论，两位，你们觉得中年人有所谓的承担跟责任吗？那当然一定有啊，但是我觉得因为比较辛苦的那一段已经过去了，在我个人而言啊，所以我就说一些比较 A B C 的基本的功课，然后中年之后，我觉得应该踩着那个基础往上看，更宽的世界跟更多的可能，你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那我自己现在目前有点焦虑感了，就是说我可能知道了很多的一些东西，我怎么样子把这么好的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心得，然后分享，然后留下来，这也是有一种某种程度。所以中年过动了，其实是这样子来的。伟志大哥呢？我很珍惜我现在出的书，我真的是 full hearted 在编我每一个有因缘的书。那是因为他们像修行的菩萨，我觉得我像是个护法哈。那就像我抄那本册页的时候给我小孩，我可能或者是我小孩可能要联考，或者我们关心的人要什么，我可能到现在会升起一个念头吧。我可能在抄一个普门品的寄送跟观世音菩萨的祈请或祈愿的时候，我可能不是会说啊，希望你让他考得好啊，上台大啊，上建中啊什么的。我可能常常会说的是，观世音菩萨，请你让他成为一个能够自成就他成就的人。那我觉得自成就跟他成就到最后自他不分一体的这个，不管是好的惜勉同行或者成长，可能是到我或浩玉兄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会浮现的，不会觉得去日苦多，会觉得来日方长。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听到两位说话，并不是所有的观众包括我在内会全懂其中的它的内涵或意义，但我觉得提供一个很棒的机会，就是我们现在不妨来想想看，是不是可以多多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生活跟生命当中的感动。我今年46岁，从事石化业。我今年45岁，从事业务员。我今年45岁，是一名戏剧灯光师。平常的工作有些忙碌，借由一些阅读来放松自己的心情，例如一些散文小说啊、诗集啊，使自己的步调跟心情能够放松。因为工作忙碌，无法四处走走，从阅读上面可以知道很多地方的风土民情，来排解纾压工作上的压力。在看了王浩一老师写的台南美食书之后，想说带着小孩一起去台南走一走逛一逛，没想到小吃跟历史竟然有那么多的关联性，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很愉快，就是能跟肚子有东西的人就可以挖掘，滔滔不绝，什么都可以聊。但是我觉得人生当中一个很棒的部分，除了肚子里面的底子之外，还要有支持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来做一下连线。Hello， 你好。嗨，如中你好。现场是我们的浩玉大哥跟慧智大哥，您是？我是韩良义。OK， 两位都是太刚好我们中间的朋友。对，请问一下，良义，其实你们都是好朋友，包括跟姐姐也是好朋友，你怎么样形容一下王浩一大哥跟徐慧智大哥？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对好朋友，可是一对好朋友是很有趣的啊。一个人是外形粗犷，
然后个性非常的细腻，就徐伟芝对不对？你觉得呢？另外一位相反啊，是外形像白面书生，可是有时候因为是射手座的关系，难免会有一点莽撞懦妻的时候。懦妻，那惨了。哎，可不可以请梁毅说说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对于浩一、对于伟芝、对于梁毅、对于梁璐这四个四角形啊，现在还有什么延续的影响吗？当然有啊，其实我觉得在我跟浩一、跟梁璐中，跟伟芝之间啊，我的姐姐韩梁璐永远会是像是一个表面缺席的存在啊。就是对，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也是透过我的姐姐跟伟芝、跟浩一更熟的，所以当我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姐姐似乎也在那里静静听着我们讲话。我姐姐的热情，我想是，我相信我们三个人是始终不会忘记的。谢谢，谢谢梁毅。最后可不可以请你祝福一下我们今天在场的两位来宾，好不好？我是觉得这两位朋友啊，两个人不管是出中有戏还是戏中有出啊，都是活得很有自己的样子，很有自己风格的人。我只能祝福他们，就是活得越来越顺心自在，然后心安理得，越来越有自己喜欢的好样子。那我们回应一下梁毅好不好？对啊，我觉得谢谢你哈，也真的确实透过你的姐姐认识你。那之前呢也是看你的文章，然后听你的广播节目的，所以还是一样，就觉得人到了中年，很高兴认识了好多很棒的，而且是久久存存的好朋友。嗯，谢谢你。是，梁毅，我在读你最近的新书《餐桌上的四季》，我很喜欢那本书。在时间的推移里面，在节气的推移里面，都有日常的幸福。祝福你每一天每一刻都很踏实的感受日常的幸福。谢谢梁毅跟我们连线，谢谢你哦，百忙当中抽空来，谢谢你，谢谢。最后我要粗浅、很浅薄的借用两位的名字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语，那就是其实我们希望所有的中年朋友在赶快去珍惜所有浩瀚宇宙世界当中所有的感动，不要再失去了或者是无法感受的时候再来后悔。祝福大家，谢谢浩毅大哥，谢谢，感谢。